发线啦、额角啦、转位啲头发咧，慢慢生翻晒出嚟，头发浓密咗，发质亦都健康咗，洗头咧真系冇甩头发，连我老婆都赞我发量厚咗，发丝粗咗，头发啊都易 gel 咗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吴家乐啊，喺呢度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多男人都担心嘅问题，就系甩头发啦。嗱，我入行30年，做过好多唔同嘅角色，经常都要 gel 头啦、电发、染发。如果拍古装嘅就重大件事，剃头啦、黐头套，搞到个头真系好伤。我真系好惊咧，甩头发嘅速度比生头发嘅速度更加快。我试过最严重嗰次咧，就系瞓醒觉之后咧，成个枕头都系头发。啊，同埋冲完凉、洗完头咧，个去水格俾头发塞住咗，真系好恐怖。我好担心自己嚟紧会有 M 字压。同埋頭殼個轉位咧，啲頭髮梳曬生唔翻出嚟。試過好多唔同牌子嘅 treatment， 係冇咁傷，但係頭髮始終係冇以前咁濃密。直至到我髮型師朋友介紹我食草基新髮龍，因為佢都有 M 字壓嘅問題。佢話呢一隻係中西合璧，加埋有美國專利成分，新髮嘅效果相當之好。關鍵就係增加新生嘅頭髮量之外，同時有預防脫髮。头发就自然够晒浓密啦。我初初食咗2星期之后咧，的确系见到甩少咗头发。嗱，我头发咧，嗰个掹都唔甩噶。食到3个月之后咧，哇，生头发嘅效果令我相当之满意。头发生得快咗，发线啦、额角啦、转位啲头发咧，慢慢生翻晒出嚟。头发浓密咗，发质亦都健康咗。洗头咧真系冇甩头发，连我老婆都赞我发量厚咗，发丝粗咗，头发咧都易 gel 咗啦。你都知啦，男人嚟讲，头发就系自信。我有详细了解过，原来草基新发龙有美国专利成分，连遗传性脱发都有效，防脱、增发、粗黑一剔过，而且有齐晒临床数据，可以 100% 防脱发。最重要嘅就系90% 增多头发。佢有中西草本配方，西方有南瓜子、巨棕榈呢啲成分，可以抑制脱发嘅因子，提升发量。咁而中方咧就有麦旱莲、黑芝麻补肝补肾，中西合璧就更加啱晒我哋亚洲人嘅体质啦。嗱，头发自然生得快啲。我食咗咧，连个人都精神咗。嗱，帮我由内到外调理机能，补充头发嘅营养。我真系跟足个疗程咁食，先至咁有效噶。嗱，头嗰3个月每日食2次，而家 keep 住食每日1次，继续保养住啲头发。最重要嘅就系我食咗咁耐，完全冇副作用。草基新发龙冇药性，全天然草本，非常安全，经美国 GMP 认证，所以我可以放心 keep 住食。我仲介绍俾好多朋友食添啊！万宁有得买啦。